大家好，我是世界旅学的 Tony。 11月29号到11月9号是日本打工度假签证申请期间，而我也会到现场协助你们。这是我们工作证，我们背面有了 QR code， 扫描我们就可以马上进入我们的 LINE at， 保持讯息，提供你最适合的职缺。拜拜。